击乐团呢，是全国首创跨越多种障别的打击乐团队。他们团员当中包括有视障、听障、肢障、自闭症以及视障等等，是一个混合障别的一个乐团。在极光打击乐团里面呢，大家都是用非常正面健康的态度来面对身体上的缺陷。他们透过打击乐所展现的一个震撼力跟穿透力，传递着他们心灵中最深处的执着，那而且要把这个无穷的音乐热情呢，要绽放出来，让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那目前呢，这个团员有11位啊，那每一位团员都是这个指导老师何鸿琪老师心中的这个眼中的宝贝啊。那我们现在呢，就赶快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极光打击乐团，掌声鼓励。